水公主郭晶晶怀孕的消息已经广告天下，身为郭晶晶爷爷的霍震霆最为开心。担任香港奥委会主席的他，7月28日在香港会展欢迎英超球队曼联访港，被问到郭晶晶的养胎情况，霍震霆依旧守口如云，不过从他的笑容也可以看得出晶晶目前一切良好。多啲，你希望你个孙第时做运动健将啦。嗱，你问到依度，佢而家仲未见世啊，到时出嚟我问下佢啦。做下运动专家，做下运动专家。早一啲系嘛，而家到佢咁样啊。会唔会俾佢睇啲咁刺激嘅活动啊？运动啊？你讲边个啊？啊，晶晶咯，会唔会俾佢睇啲咁刺激嘅足球比赛咁样刺激噶嘛？我谂特别段时间等佢休息下咯。OK， thank you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香港报道。搜狐视频那是极好的，我是孙俪。